左边高一点，右边。哎，你们在干嘛呢？啊，我跟你说，熊斗好厉害耶！熊斗业绩越来越好，这个月还结束表扬呢。果然黄金不负苦心熊。熊斗，你工作这么认真有热情，果然有收获了嘛喵。没啦，大家都很努力呀。哎，熊斗，你有一个包裹。熊斗，你买了什么？讲讲，哇，是最新限量版的樱桃手机耶！天哪，还有樱桃手表！哎呦，这是我犒赏自己的礼物啦！因为工作也常常要用手机和手表，所以才想买功能强一点的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喵！这手机我超想要的！熊董，我们明明一起毕业开始工作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因为在安利，奖金和付出是成正比的，付出越多，回报就越多，从来就没有先来后到的问题。像我的奖金这个月就已经比我前辈还多了，想赚多少我们自己掌握哦。嗯，我也好想决定自己能赚多少哦。我也想。其实只要是公平又公开的制度，大家就愿意冲。在安利，我们相信努力付出都会有好的回报。冰玉啊，如果有公平的奖金制度，你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呢？快跟我们分享吧。